我刚才给了他一个磨牙骨，然后我藏起来了，藏起来了。他现在在找，他在找他的磨牙骨。其实我放在电视柜里面的，他好像要找到了，就在那里，真的被他找到了耶！我刚才把门关起来，然后。把它放在房间里，然后我把磨牙骨放到电视柜里去了。打开门，它就到处闻味道，闻到处找。就是那个柜子，它好像闻到了味道。咖啡是不是在这里？你看一下这是什么啊？看这个大磨牙骨在这里。藏起来，是不给你。这根骨头，这个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个不要啊？来嘛，他完全都不理，不要这个旧的了。有新欢不要旧爱了哈。这个嘛，有。那你坐好，坐好。坐好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那边握手，握手，好，想吃吗？给你好不好？吃的，坐好，趴下，变，滚。滚不滚？滚回来！哎，没滚回来，坐好。变。好了，给你吃。幸福的吃货。他是刷牙，好，你慢慢吃，我不拍你了。